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范例八这一题哦，因为想说该让你想一下看怎么做，就是考试的时候啊，如果万一你一直遇到一题你没看过的题目，你怎么去下？好，那像这里我刚讲过了，我说这个题目呢，既然摆在这个地方，就代表它跟 Sigma 有关，所以你要把那个表格里面图里面的那个数字呢，转换成什么？一堆数字的集合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转换成什么 ？Sigma。哦，转换成 Sigma 之后，再盖公式把它算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规律性。你看一下，如果是三乘以三的式子的话，它的规律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就是这边，通通都是一，这边呢，通通是二，最后是三。然后如果四乘以四的话呢，这边通通是一，这边呢通通是二，这边呢通通是三，最后一个是四，这样懂吗？好，所以你可以猜得出来。如果今天我这个图啊是一个十乘以十的话，你觉得啊会有谁是一？你知道吗？肯定这边是一吧？这个部分是一，还有这个部分也是一吧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二的话会是谁？二，肯定这边会就是二，跟这边会是二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呢就以此类推，对不对？好，也就是第一个部分通通都是一，第二个部分通通都是二，这样子懂了哈？好，那我们开始看一下啦。如果从这边来看的话，看一下、喔，如果是三乘以三的话，会几个一？一二三四五，是不是有五个一？对不对？然后这边会几个一？一二三四五，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是七个一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这个很好记啊，因为如果是三乘以三的话，就是三个加三个。减掉一个，为什么中间那个一是重叠？看，如果看的图看出来，如果是三乘以三的一个方格的话，这边应该会有三个一，这边有三个一，可是这个一不重叠，重复数大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跟这个一样，这里会几个一？这边应该会有十个一，这边应该会有十个一，可是因为其中有个一是重复数大的，这边多少变成十九个，所以呢，我就可以知道说一有几个，十九个。这样会吗？好，那你猜二会有几个？如果从二来这边来看的话呢，因为刚才这不是十乘以十吗？所以这边余面多少个？这边跟这边会变成是九乘以九，这边会几个二？十七个二，所以它应该会有二会有几个？十七个，听懂吗？好，然后后面一直在推，三就应该会有十五个，好，点，最后一个多少？最后一个应该是十，因为是十乘以十嘛。所以最后这个数字的话，肯定就是十，就像这边嘛。既然是三乘以三，最后是三；四乘以四，最后是四。所以四乘以四，最后一定是十。那十会有几个？肯定就是只有一个。这样会不会？那他要求总和嘛？那怎么算？那就是一乘以十九加上二乘以十七加上三乘以十五加上点，加上十乘以一，这个是答案。所以看到没？我在做我的解法里面做什么事情？知道吗？把题目给我的这个图的数字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找出规律性，把它换成一个级数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下一步干嘛？我刚才说的那个逻辑是要换成 sigma， 来 ，sigma 肯定要写 k 从一开始嘛。好，一到多少？知道吗？就刚才讲的那个方法，一乘以十九，二乘以十七，三乘以十五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刚才我不是说你就看那个分别看就好了。这里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吗？所以肯定这边要写的是 k， 对不对？然后这边呢，肯定也是写的是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数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所以这里搞定了。现在搞不定是谁？后面这个数字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这里写的是十九、十七、十五，一直到一，你怎么办？来想一下，如果我的先去看一下这个数字，因为它是十九、十七、十五，它是奇数。所以它肯定是2 k 怎么样， 2 k 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因为基数一定是相隔的嘛，所以它这边肯定写的是2 k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因为它写的是2 k， 如果我 k 大于1的话，请问你我怎么做变19？我先说一下，你如果 k 大于1的话，大概可以写
的加十七啦，对不对？你代可以加十七。问题是，如果你写的是2K 加17会有问题，为什么知道吗？因为当我的 K 带2的时候，会变成是2乘2再加17又变成了21。不对啊，我的这个数字怎么办？数字是越来越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这边肯定是减 2K， 就是因为我的 K 带1就减 2，K 带2就变成减 4， 这样才会越来越小。所以我这里应该写的是负 2K， 这样听懂吗？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前转变19。我的 K 大于不是负二吗？所以你觉得多少减二等于19，是不是就是21？所以我们看一下合不合理哦。如果我的 K 大于的话，是变成21减二是19，对啊。K 大于二呢？21减4是7，就正确。好，我们看最后10 ，K 大于10，21减掉21，所以完全 OK 没问题。好，这个弄完之后呢，后面就好做啦，把它乘开，然后呢分配代公式搞定。好，所以答案就变成了21。四个嘛 ，K 等于1到10 ，K， 然后减掉两倍的四个嘛 ，K 等于1到10 ，K 平方，好，后面代公式就可以，所以变成了21乘上2/n 乘 n 减 n 加一，减掉2/n 乘 n 加一2n 加一，OK， 然后后面呢你就自己算了，好不好？那算出来的结果385，哦，385。